我知道阿乐强咧，佢有即系代表香港系五人足球嘅喎。我呢方面比较少听啊，系咩嚟嘅？其实五人足球，五人足球咪就系室内嘅五人足球咯，五个人踢嘅咯。点解你咁劲嘅？即系又做队长啊，又出去比赛。而家仲有冇啊？而家有，但系就暂时都系练波为主咯。即系香港队冇出去比赛。香港队好似下年先有比赛，咁、所以就暂时都系可能一个月维持翻两三次咁样练波啊，咁样咯。系。有啲咩唔同啊？主要咪冇咁吃力。其实五人足球都令到我喺十一人足球度改变咗好多嘅，因为。佢嗰個機動性啊，配合啊，嗰啲嘢都令到我即係喺十一人嗰度，即係發揮到一啲五人足球嘅嘢出嚟咯。係咪節奏快啲啊？係啊，快好多，快好多。咁同埋你冇得唞咯，即係要哦，真係，因為你五個人就冇得偷懶啊嘛，十一個人你都有得偷懶下啊嘛，係咯，所以就係啊，所以就好多嘢都喺五人足球裏面可以發掘到落十一人足球。即基本上個訓練啊嗰啲都唔同喎。都唔同。策略啊，係啊，唔同噶，即係會比較個配合會緊要過十一人咯。